今天的事情，谢谢你的帮忙。要不是拿做笔录当借口，要直开红蓝还真是难呢。你不是一直很讨厌我当警察，到头来还被我这个探长帮了好几次。哎，天英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许星城，我该准备晚上的演出了。我送你。不用了，谢谢。天英，只要你愿意，我还有别的办法可以帮你见到罗富生，你肯理我就好。许星城，我不想再麻烦你用警察的身份帮我了，免得让别人知道，给你增加不必要的麻烦。怎么会麻烦呢？能看见你一笑，我怎么样都可以。真的不用了，谢谢。天英，看一看啊。罗富生，是你自己没有口福了，可别怪。再给你卖个苹果。你是天英吗？我是啊，你是谁啊？我是来给你送信的。罗富生说约定的时间改在12点了，让你别忘了等他。12点也好，早点告诉你这个噩耗。怎么是你啊？我还想问你来我家干嘛呢？我已经劝过你了，福生哥不需要你的关心，我不希望你们再见面了。我想你对我们的关系有点误会，我们只是普通朋友，以前我们甚至连朋友都不是，但是这次在山洞共同经历了生死，我发现他这个人还不坏，所以我们只是朋友，你不要误会。那既然只是朋友的话，我想你更没有必要总是来我家跟他见面了吧。今天我来本来是想给他送点东西的，可是东西我没有买到，那见不见就无所谓了。辛苦你帮我跟他讲一声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既然大家都是女孩子，我还是劝你好好珍惜许星城，他为了你可是向他爸爸屈服当了警察，他对你是真心的。你说许星城是为了我才去当警察的？你不知道这事儿啊？天哪，哎，这世上还有这么默默付出的傻子啊？杜鹃山这么大，山体滑坡，搜寻困难，只有警察才进得去的。许星城没有办法，只能答应他爸去当了警察，他爸才肯出来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